就是温州龙湾国际机场，不错，但是很简单，等一下人就来了，他们说大概在十几分钟就到了，十几分钟，对，你也不用怕，我打开给你看，看，因为我跟阿凯是好朋友，然后呢，所以我有他的能力。哈哈哈哈，所以阿凯他们来接啊。欸，我的交流道了，再回圈圈了，快了啦。非常有历史的袋子，师冯刚刚讲这个袋子几年了？至少20年。至少20年，哇，还这么耐用，看起来。这里面装的一颗引擎，16公斤。你看，为了比赛，我们就是要这样，对不对？20年的袋子，看起来蛮新的啊。很帅耶，超帅的。重点是这个，这叫 Tony Car。舒马克也开这个牌子的哦，是哦。哇，阿凯来接我哎、欸！这哪有30%的落差？这几乎快100%了哎！真的、哦？可是外面看起来很漂亮哎，我外表看起来也很帅啊。哎，你在录影哦？对啊，拿掉这一段，我也不会特别剪出来。PTT 一哥说的。哎、啊，我怎么确定那个不要？你先拿台胞证，然后你说你是车手。哦，好，我进去啊。安全啊，对不对？欧洲冠军来了。不是你们人，是不是用其他人的？他说用其他人。啊！终于到房间了，原来名字还搞错了。还不错啊。你不要闹好不好？不是带你来玩的，好吗？你要认真工作。明天你先去啊，8点半就要去。我是要几点起来啊？你不跟我去，你要在这里。因为睡到自然醒，我在这里打车去。他一下就好了。苍南火车站呢？我的车。全新的胎，全新的车架，酷哦！全新的引擎，帅，要酷而已。